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嚟到呢、這個海洋衛生中心嘅巴士站嗰度咧，咁樣點解嚟呢度咧？就係、是、今日係4月3日嘅，咁樣係呢、這個澳門輕軌維修咗180日之後咧，就再度重開嘅。咁樣咧，那個海洋衛生中心個巴士站附近就係呢、這個澳門氹仔線嘅呢、這個輕軌嘅起點站啦。咁樣佢全長咧好似有16站嘅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。咁佢咧起點由呢個海洋站搭到去呢、這個氹仔客運碼頭站嘅，如果冇記錯嘅話，咁我就唔好講咁多廢話啦，少講廢話啦，就即刻出發去呢個海洋站嗰度啊！Open on the left.